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信仰。我们现在为大家示范是百分之百的恐怖，真的超恐怖了。你要靠爆气，你会觉得超恐怖。回血龙哥啊，记得哦，那坏死了就按下去吧，不要省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点激动哦，有点激动啊、哦。打了100场就激动了，100场就激动了。来，你看到麒麟两攻，麒麟两攻到底多可怕？那你看一下什么叫麒麟两攻啊？麒麟两攻啦。麒麟两攻啊，麒麟臂啊，看一下。麒麟一击帮 BB 呀！OK 啦，没问题啊。感觉能存在能量，直接冲他小呀，很有呀。存在能量，直接冲他呀啦！剩下两个要干嘛？啊？哎呀喂呀！喂啊！一样啦，我故意按错了，按错啊！我故意按错不行哦，奇怪的呢。让流星珠带到下一关就可以了，配置很重要，我配一次给你们看，把星珠带到下一关就可以了。来，我示范怎么用，两康就好。好，有状态，星珠拿来补血。好吗？把星珠拿来补血，再做输出。哎、欸、，OK， 这样可以，边补血边输出无所谓。20%，直接轰，直接轰。40%，40%之后你要把血量拉回来。因为我被打不会怎么样哦，所以我可以再减上一波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会再减上一波。然后这时候再回血，一样可以再减上。血一定要80%以上才能把这只干掉、哦，懂我意思吗？OK， 刚刚好，有没有看到？算过的，补血，用力捶他都没有关系，现在用力捶他都无所谓。这样会抓血量吗？不要惹我生气啊！
不要惹我生气啊。这样打就不太痛了，懂了吗？记起来哦，记起来，我已经试很多次哦，记起来哦。对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真的。这边真的是不急啊，这边真的是不急啊。你现在就稳稳的啦，懂吗？现在就稳稳妥妥，记得那个顺序啊。这一关我试很多次，可以开这只啊，稍微小增伤一下。这血一千多万了，记得没错，很血蛮多的。然后减伤哦，记得。生气气了哦，啊，没有啦，我只讲话比较大声而已的，什么生气气，不要乱讲话。对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而已的。OK， 用力打没关系。靠北啊，甩不过去。OK 啦哦，没问题啦哦，好几千万，真的假的？帮我算一下，人知道这次那个最后阶段是几千万吗？可以，有人可以帮我算一下吗？那最后哦，我看一下这边的部分的话，1259万2810啊。嗯，我刚怎么开的？我想一下。谢谢百姓帮我们测试关卡，加油！谢谢 Adam Moon E， 是不是？感谢感谢感谢。一千多万。我觉得可以先开耶，真的，我觉得可以先开耶。然后。这样吧 ，OK， 其实你要整版笑也可以哦，知道吗？整版笑也可以哦，这combo数变低了，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原本那样。走 ，OK。这样好不好？水珠呢呀 ？OK， 过了啊。光主可以换另一个主角，也可以啊。可是这只光主有增伤，另外一只光主没增伤。哦，你又无个几个，我全部看嘛个，我擦！他说什么？我也在。回来 ，OK 啦 ，perfect 啦。绝对时间，喵喵喵喵喵喵，看一下几个暗珠，几个光珠啊？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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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好，所以这边一颗光珠没问题吧？这边一颗光，应该过啦，过啦过啦，一波 seven 啊，对啊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这颗光珠嘛哈。这不是光嘛齁，干这个不是很好摆，这是什么光欸，靠腰练呐、啊，来啊！不是秋天呢，护力百分之百中了百分之百呢，百分之百气死啦！冰，哇哈哈哈哈！你爸就是要笑啦，哇哈哈哈哈哈！你爸就是要笑啦，哇哈哈哈哈哈！我就是要笑啦，一波气刷过去，各位观众，然后看那个气把它刷到，我们看不到什么画面。一波气刷过去，我就是要笑，安怎？我就是要笑，一波气刷给他。这个拼图稳稳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。刚刚我们开主角失败，这次我们再开一次主角，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，学起来。OK 啦，哦喽哦喽哦喽 ，KO，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这样还能翻船？我就不相信，这样还能连在外面？我就不相信，啊，你话都连到外面，啊，一开头这么激动。万一这场过了之后，单看这本不直播，人家爆气的结果，我连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太懂。好，不管了，我玩游戏就很 free 的了。哎、欸欸，有这种造型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横着这样有办法连，干太夸张了吧？对吧、啊？